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玉露。玉露是一种多肉型的植物，那么我们养殖都想要它养得晶莹剔透，比较饱满，这样它就会比较好看。那么我们在养殖方面，除了用一些比较好的土壤，疏松透气，排水性比较良好的一些土壤之外呢，想要把它养得饱满的话，我们就要给它满足三个条件，才能使这个玉露晶莹剔透饱满，这样看起来它的观赏价值就提高了。那么是哪三个条件呢？第一，光照要求，玉露在接受充足光照后，它就会生长得更加好，因为提供充足的光照是玉露怎样才能饱满的关键。但光照照射的地方就会呈现出红褐斑点，长时间暴晒还可能把这些都又会晒伤，影响到美观。而若是长期生长于阴蔽处的话，又可能会长势疏散。那么在这个夏季养护的话，光照比较强烈，我们最好就是给它使用一些散射光是比较好的。第二点，水分条件，浇水时呢，我们就要掌控好这个浇水量，如果浇水过少的话，玉露也很容易出现干扁。为了避免它太过干，而且不能让盆内积水，我们可以从它的边沿溜边的浇，不能给它浇的太多，这样子的话它也不会缺乏水分的现象。我们也可以用喷雾给它喷洒些水雾，这样使玉露生长得更加饱满。第三点，施肥条件，那么在玉露生长得快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给它使用控释肥，这种控释肥是比较温和的，而且它释放的养分是比较慢的，我们使用量要根据盆内的大小，如果它生长的缓慢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停止给它施肥，以免它吸收不完养分就会引起肥伤。那么给它施肥的时候，最好选择在天气晴朗，在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给它施肥，这样才有利于它吸收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